今天要讲的乡野怪谈故事，发生在一间荒废已久的私人宗教坛。一名大学生来信提供资讯，内容说着他们当时几个人来到此处夜游探险，却在进入时发现好几尊神像都未被请走。一名随行的朋友就在探索途中开始头晕呕吐，一伙人急忙就赶紧离开现场。今晚团队来到现场后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离奇发生了。不要正对好了。那需要帮他施法还是什么吗？帮他护车一下。好。你这个摄影机等一下把它拔下来，我把它架在正对玩具这边，你先把它拔下来。那脚架我等一下从那边拿。OK， 来摄影机给我。那这边给丸子感应，把我手电筒放这里。不要追上来，不会。那就摄影机留在那边。可可，他这个是比较算是做感应，还是说是请那个神像里面，不管是正神还是那个去上身？刚才要跟他讲，刚才要跟他跟你们讲，是做感应，你们才容易上当。就看看今天苦主是谁。神经会给不良，这个咒语是需要逼掉的哦。好。
敲门是，这是安怎？还想穿衣服啊？这个很像衣服哎。你拿衣服穿。可以拿吗？这是济公的衣服哎，不行，来帮我用一下，另外一边。第一次看到玩成这样的。扇子哦，他是要帽子吗？他好像要帽子呢。俘虏吗？那点头。先我刚洗这工程书。是。啊，这门这已经算是荒废多久啊？三五呢？六。六吗？这还选安装？这还选？想问问题就问啊。哎，Ken。Ken，你问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。唔知影讲你伫遮安尼足久啊嘛，就是已经无人咧拜啊。卡会当初原本遮的即个公主离开，若无甲遮的神像炸走，是遮有发生啥物代志吗？这样，这个问完了吗？问完了，啊，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处理。对啊，你也塞了。
要叫他吗？来，先把衣服脱掉。是什么呢？小咸鱼的面朝外。面朝外。不是正咸吗？那不得又会骗你啊！感觉刚一开始觉得怪怪的，但是后来就相信了。